恭喜曬文先生電子宇宙就今晚贏馬。其實今晚係咪都有因應咗個檔位改變啲跑法？都唔係，呢只馬嘅前速都係夠快嘅。咁可能今日個場地偏遠啦，有少少離佢嘅步伐啦嚇。咁啊，呢匹馬今場都贏三個馬位，有啲 surprise， 即係好似即係呢一場完全超曬班咁樣嘅走勢。但係個時間咧就唔係話即係咁快啦，十秒二九好似係啦。咁但係即係佢可能個場地有利咧，有少少偏遠，啱佢跑多啲啦。咁啊，呢匹馬今場個贏嘅距離咁遠，其實都有少少機會，可能要大幅加分，有機會上三班。希望佢守緊少少啦嚇。同埋睇下啲，即係文先生點樣睇呢匹馬前景？因為其實喺香港都跑四場，其實都有三場都一冠兩亞啦。咁佢係一隻好準成嘅馬，亦都好勤力嘅，有幾多都跑曬俾你嘅。咁啊，可能佢得三歲，希望佢仲有進上升嘅空間喺度啦。再一次恭喜曬文先生 ，thank you， 多謝。